这一次的选举，国民党的韩国瑜拿下市长宝座，而市议员的部分竞争也是相当激烈。选举结果揭晓，应选66人，其中国民党籍当选33人，民进党籍当选25人。我们也整理了当选名单，也要恭喜所有当选的议员。在当选名单方面，第四选区左营男子选区应选八席，分别是陈善慧、黄文智、李雅芬、李梅珍、陈丽珍、李雅慧、陈梅娟、李博毅。第六选区古山盐城旗津选区应选四席，当选名单分别是蔡金燕、简焕宗、陈美雅、李乔如。第七选区三民区应选八席，当选名单分别是黄湘淑、黄柏林、何全峰、童燕珍、曾俊杰、康玉成、林玉凯、郑梦如。第八选区前金、林雅、新兴选区应选六席，当选名单分别是陈若翠、黄少廷、郭建蒙、吴益政、黄文义、许坤元。第十选区前镇小港选区应选八席，当选名单分别是林婉容、李顺进、郑光峰、吴明次、曾丽燕、陈志忠、陈丽娜、蔡武宏。港都新闻综合报道。